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二百六十八页，二百六十八页，我们从第五行。 经文看起，二百六十八页第五行：“地藏伯言，人者地狱最报，其事如是。”前面所说的地狱名号，此地讲的是在地狱里。 受果报的状况啊，请看经文：或有地狱取罪人食，使牛耕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狱或汤盛会煮罪人身；或有地狱刺烧铜柱，使罪人报。 或有地狱使猪火烧，趁机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粪尿；或有地狱存灰积泥；或有地狱多传火枪；或有地狱围壮兄弟或有地狱弹烧手足；或有地狱。 盘脚铁石，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禁驾铁罗。或有地狱取罪人时，使牛耕织。这是列出来的啊，这段经文列出来的第一个啊地狱。 这个受罪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两舌、二口、妄语、其语，诽谤三宝，破坏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造作此罪业，死后堕拔舌地狱。 现在呢，啊，这个世界上啊，造这种口业的人就非常多了。啊，这个口业啊，四种啊，恶口的业都造了。啊，这个两舌，啊，不是两个舌头，啊，是两方面，他在挑拨离间。 破坏和谐啊，破坏人家的家庭，破坏社会的族群啊，破坏两个国家的和谐。那么，这个造这个业，就是希望啊，自己在这个当中得到好处。 得到利益。二口啊，那讲话凶恶啊，粗鲁啊，不堪入耳，妄语，欺骗人，讲话欺骗。其语讲的话很好听，很美丽，所谓花言巧语。 那不是真的，都在迷惑人心的这些言论啊，都属于欺。那么最严重的啊，是毁谤三宝，啊，破坏啊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那么照做这些口业啊，死后就堕这个地狱了。 做八十的，啊，这个八十就是鬼卒啊，拔出其实以牛离之，啊，那个好像啊，牛在犁田啊，耕田那个犁，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那是苦不堪言，啊，无法形容的。 那种地狱苦，啊！地狱众生受罪而死，夜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一日一夜，万死万生，以无数劫时间受完罪报，才能离开地狱。啊！那这个照这个口业呀、啊。 啊，你看呐、啊，就是鬼猪啊，拔出他的舌头，啊，这个口业非常可怕。再看下面，取醉人心夜叉十字。 啊！世人偷盗父母师长之物，遭受此报。道心是恶心，连父母师长的东西都偷盗，还有什么人的东西不敢偷？破汤盛会煮醉人生，或是锅了锅子，这、就是油顶啊，有三只脚，下面呢、啊、烧火。 破戒、杀生、祭祀、烧山林啊，焚烧山林、烧烤众生，得这个果报啊。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杀僧啊、吃佛的，现场宰、现场杀、现场煮啊，会堕入这个地狱。 啊，所以现在呢，你说有钱呐、啊，他到底是在享福还是在造业？啊，如果在造业啊，造这个恶业，将来堕地狱啊，那是大灾祸啊！那世间人啊，实在讲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的确啊。 不论是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了。我们再看下面：或有地狱刺烧同住，死罪人报啊，那就是炮烙的刑法，啊。我们前面呢学习过了。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及罪人，一片大火，罪人无处逃避，被火活活烧死。 夜风一吹又火了，再烧，永远无法脱离。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或有地狱一向寒冰，罪人啊，常受寒风、寒冰之苦，肌肤皮肉冻裂。或有地狱无限分量。 啊，这个前世啊，花宴辞八关斋戒啊，那么花宴要辞八关斋戒，后面又破斋戒，以及不清净的二业所感啊。这个八关斋戒啊，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啊，一天一夜啊，二十四个小时啊，二十四小时时间到啊。 斋戒就自动解除了，啊，那么发愿呢，要受这个斋戒啊，就应当啊，要如理如法来受持这个斋戒，啊，那如果这个发了愿要受持八关斋戒，后面呢、啊、又破这个斋戒了，那么就会堕到这个地狱啊，以及呀、啊，有一些。 不清净的恶业啊，这个说感召来的，或有地狱重回吉里啊，这个吉里是古代一种带刺的武器，在人世间以种种武器杀害众生啊，特别是打猎。 猎枪子弹是散弹，啊，这个散弹呢的范围内呢、啊，动物都跑不掉、啊，杀害许多众生，啊，死后堕此地狱。那么这个吉离呀、啊，这种武器是古代的武器，啊，我们学习经典啊，要能够举一反三。 文艺之死啊，那你不能呆呆板板,板的啊，那就是吉利了啊。他是挤出这一条，代表所有会杀害众生的武器，都包含在里面啊。那你说？ 成为吉利，你就用这个带刺的武器去杀害众生，那要夺这个地狱。那不是拿这种武器、其他的武器去伤害众生、杀害众生啊，他就不夺地狱吗？啊，所以我们要从这样啊去理解啊，啊，所以这个举一反三啊，非常重要。 啊，这个孔子讲啊，啊，如果不能举一反三，那这个学生就没办法教了啊。或有地狱啊，多传佛枪啊，那么这个与通枪地狱相同，只是多一个佛。啊。那前面那个通枪地狱它没有佛，这个是加上有佛。或有地狱为状凶鄙。 触撞别人，特别是虐待动物，对动物有触碰的行为，啊，得此果报，啊，这个碰触啊，啊，就是去撞了，啊，去摔了等等这一类的，啊，那么触撞别人啊。 以及动物，那你故意啊啊，比如说你故意开车去撞人，那啊，或者是去撞动物，那就造这个业因了，啊，就会堕这个地狱了。或有地狱啊，但烧手足啊，有的地狱啊，它是专门啊烧手跟烧脚的。如果手造业。 啊，手啊，去造这个恶业，那就烧那个手；脚造恶业就烧脚。或有地狱盘脚铁石，啊，这是无量铁石啊，缠绕在罪人的身上。啊，那这个石是铁呀、啊，啊，是铁。或有地狱驱逐铁狗，啊，铁狗追逐罪人。 或有地狱，禁架铁罗。罪人骑在这个铁罗上啊，满身是火，啊，骑在这个螺子上，这个螺是铁罗啊，铁罗都是火，骑在那个上面，啊，被那个火烧。佛在经上讲过一个公案，啊，这深护比丘。 他见到一头驴，满身是火啊！这个驴子啊，那佛告诉身户比丘，他不是驴啊，他是在加舍佛的时代啊，在加舍佛那个时期啊，他是一位出家人。 分饮食的时候，自己总要多分一点。啊，这个在佛陀的时代，啊，那么十方诸佛啊，在人间四现成佛，这个出家众、出家人呢、啊，在佛的这个戒律里面呢、啊。 都是托钵的啊，那托钵啊，那不是说，呃，这个托了回来啊，那自己就吃了啊，那不是不是这样的啊，啊，那拖回来啊，大家放在一起啊，就像我们现在那个自助餐一样啊，都、就是、通通到摆在一起。 啊，那摆在一起啊，通通混合起来，混合起来呢，那么根据个人的食量啊，那你能吃多少，那你就拿多少，啊，不能太多，那也不要太少，啊，所以那个波啊，它是叫硬量器，所以那个波大小是不一样，啊，跟我们现在在戒场啊，受戒啊。 发的那个波不一样，现在这场发的波的规格大小都一样啊。那么在佛陀时代啊，个人的波都是定制的，大小不同啊。这个大小不同就是根据自己的食量，你食量比较大的，你波就定大一点；食量小的定小一点啊。所以叫应量器。 啊，那么这个出家人为什么变成这个一头驴呀、啊，满身是佛呢？啊，他贪吃了，哎，大家在分饮食的时候啊，哎，他总是自己要多一点，啊，那他造这个恶业，啊，所以受这样的一个苦报。地里头的刑法苦报实在是说之不尽。 说不完的，为什么那么多说不完呢？你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呐，啊，造的恶业太多了，啊，所以这些只是举出几个代表，啊，几个例子而已，啊，详细说真的是说不完，啊，众生有造什么样的业因，他自然呐、啊、感应到这个。 地一的果报。好、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人者如是等辈，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啊，业道之气。 就是刑具，地狱的刑具都是铜、铁、石头，全是一片火海。人心狠毒，铁石心肠，地狱变现这些刑具。心地清净柔软，决定见不到这个现象。心狠手辣，微风能撑几天？微风。 成了几天之后，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一定要懂得，《唯识论》里面说，地狱里没有阎罗王，也没有鬼族。阎罗王和鬼族皆是自己姓氏变现的啊，都是自己呀、啊。这个姓氏里面啊，那个姓啊。 讲这个性跟事啊，就是我们迷了自信，那就出现这个阿兰也是八个事了啊。那么事它会变啊，所以在经典上讲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啊，心是本体。 啊，那个现现出来啊，但是会变的那个是属于事啊，所以叫唯是论啊，就唯有是。啊，看到这些现象啊，都是唯是所变现出来的。譬如做梦，到梦醒才知道是假的，一场空啊，这个就。 起初啊，好像我们晚上睡觉做梦了。那梦境从哪里来？啊，梦境有自己，也有别人呢、啊。啊，也有山河大地啊。那、啊、梦境啊，有时候我们做好梦，有时候做噩梦，吓得一身冷汗。啊，一醒过来啊，好梦噩梦。 都是一场空。那么你再仔细想一想，梦境从哪里来？不是从外面来，啊，从自己心现出来的。啊，那么这是空的，啊，可是啊，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以为都是真实的，你不知道那是梦。 地狱是梦境，地也是梦境，是在那边做噩梦啊，做大噩梦啊。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梦境呢？啊，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呐，啊，数十年啊，就几十年的光阴呢、啊。 啊，这几十年呐，啊，大家想一想啊，又何尝不是梦境呢？啊，回想一下，啊，我们过去的人生，过去已经过去了，也不存在了。啊，想到小时候，啊，想到年轻的时候，想到成年的时候，想到中年，想到晚年。 啊，回想过去呀、啊，啊，真的啊，人生如梦啊，啊，就跟做梦一样啊。啊，但这个梦啊，有好梦有噩梦啊。啊，做好梦啊舒服，做噩梦就很苦啊。啊，所以我们现实的人生种种的。 也都是梦境啊！这十法界也是梦境啊！那不但我们人间呐、啊，啊，现在连这个天天上啊，连这个超越六道的四圣法界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的佛、十法界的菩萨。 啊，那么二乘这个四圣法界也是梦境啊。不过他那个梦啊，离苦得乐了啊。我们在六道啊做这个大噩梦啊，还没有处理。《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所以一切有为法呢，它是包含了十法界的。 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它不会有变化了。那就是《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啊，一就真实，十就是妄啊，所以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梦幻泡影，相有体无，事有理无，越敢变现出来啊，越敢变现出来的。 这才是啊，事实的真相。啊，再看下面经文：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狱？我今成佛威神及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极不尽。 每个地狱有百千种的苦楚，何况多亿啊！啊，这是一个地狱里面呢、啊，就各种不不同种类的苦楚。那何况啊，很多的地狱，那就说之不尽的，那种苦讲不完的。若要详细说明地狱最暴 穷举都说不尽啊！你一节来说啊，也说不完。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啊：地狱啊，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造罪业，极小的罪业都不能造。我们阿兰也是里，有地狱罪业的种子。 无量劫造作的这些习气，小小罪业就是缘，因遇到缘就会现地狱境界，非常可怕。若要出离呀、啊，非常难。真正觉悟的人放下万年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永离三途六道最快速、最妥善的方法。 啊，这一品第一名号品啊，这个这一品经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啊，学习如来赞叹品第六。尔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 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最苦之事。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 就是如来赞叹品啊，这个第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就是十方诸佛如来啊都赞叹了这个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不仅是有能力。 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而且他教化度脱的对象是根性最烈，造作恶业最深重的地狱众生。啊，那么地藏菩萨的本愿啊，他是主要啊，这个针对啊。 这些第一众生就是造作恶业啊，最深重的一种，最难度的第一众生，他有能力度脱，啊，其他的就不必说，其他的都是好度的，啊，这些最最难度的能度了、啊，那其他的当然就容易了，啊，那也不是说地藏菩萨只度第一众生，那其他道的众生就不度了，是在讲地藏菩萨呢。 十法界众生都多度，啊，只是他的本愿啊，他偏重在先度啊，地狱最苦众生，因为最苦的先去度嘛，啊，那其他也是普度，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他本愿的一个特色。 由此可知，地藏菩萨确实不可思议。他有能力普度九法界一切众生，以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啊，无二无别。其实他的能力跟佛是没有差别啊，他只是没有视线成佛啊这样的身份来教化众生。那其实他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他怎么没成佛呢？啊，因为。 是他的本愿的关系，他发的愿，地狱没有空啊，他就不实现成果啊，发这个愿啊。世尊在此地对地藏菩萨特别赞叹，用意深广，目的是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 拥护地藏菩萨，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那么，也就是告诉十方诸佛国土啊，他们那里的这个大菩萨。 也要发愿呐、啊，协助地藏菩萨。也就是说，一定啊，要宣扬本经，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普度一切众生。目的啊，在此地，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粒恒河沙等诸佛世界。 啊，这个是本经啊，啊、呃，这个当中啊，佛又放光了，啊，本经一共十三品，啊，那么在第一品呢、啊，佛放光，在细分里面佛放光，啊，这是正宗婚呢、啊、放光，啊，后面到流通婚了、啊，又放光。 所以，佛在道立天宫，先说这部经三次放光啊，那这个跟《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同样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也要留意啊。 每世尊放光啊，遍照尽虚空，遍法界，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照到啊！举身放光，世尊身相每个部位都放光，这个光是心性的光明，自信本具波若的光明，佛光非常特殊，波度是平等的啊！一刹那变虚空法界。 不像日夜星光传播的速度很慢啊，佛啊，他的光一放，同时到达十方法界啊。星星放的光啊，到达地球要几百光年哦，那那个天文数字啊，几千光年、几万光年，这么长的时间，那佛光就不一样了。 啊，同佛光啊，可以说一放同时到达。举身放光，表大圆满光明。圆满光，还是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圆满功德，都在这个光相中显示无疑。 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显示佛身周遍法界，显示三身一体：法身、报身、应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不但显示三身是一，同时也显示出一正不二，一报是生活环境，正报是身体，一即是正。 正即是一，佛光普照，众生有缘能见到，是自己没有障碍；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不是佛光不照。啊，那么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佛光普照一切众生，从来没有间断。 啊，有的人业障比较轻，他见到了，啊，我们业障比较重，没见到。那没见到呢，佛光还是普照，啊，这不是佛光没有照我们，啊、因为我们有业障去障碍住了。那下面呢，我们敬老和尚啊，哎，举出啊，当年啊，张家大师教导啊，教导他的话。 张家大师给他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就是佛事门中是说觉悟门中有求必应，啊，就是你要求什么愿望，都会有应，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必定有应有回应，啊，不管你求哪一方面。” 啊，如果有求而没有感应，是自己有业障啊！必须啊，消除业障，感应就现起啊！他这个开示啊，非常重要了啊！往往我们求啊，好像没感应啊，啊，是不是佛菩萨不灵呢？啊，不是佛菩萨不灵。 啊，是我们自己业障啊，去障碍活菩萨这个感应啊。那么有业障怎么办呢？消除业障啊！如何消除业障？啊，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说忏悔啊，然后再给他解释这个忏悔的。 意思啊，说忏悔不是教你去拜忏，啊，你拜大悲忏、拜梁皇忏，未必能把业障消除。啊，所以我们去拜忏，啊，如果不懂得忏悔的道理，啊，不一定能够把业障消除。 啊，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忏悔啊？要拜忏，它是个形式，那形式当中要有内容。那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形式，没有内容，那这个当然业障啊消不掉。那什么才是真正忏悔的内容呢？知道自己的过失。 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过失，立即改正过来，后不再造，这是真忏悔啊！所以我们必须呀、啊，要先知过，那才能改过。如果不知道自己过错在哪里，那当然也就不能去改过了。 啊，那么知道之后，啊，就是后不再造，知道那是过了以后啊，就不再造这个业了，啊，那这是真正忏悔，啊，所以试验做忏悔法会是一种仪式，啊，这是一个形式了，啊，那么这个形式呃需不需要，啊，也是有需要。 啊，此地我们敬老和尚也给我们说明啊，他的需要啊，为什么需要啊？令初学佛没学佛的人看到生惭愧心、忏悔心啊，那这个也是接引大众的了啊。像我们现在做法会了，都是属于结缘式的啊，不是结果啊，是结缘，接引。 啊，让他入佛门啊，那么接引进来啊，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那进一步就是要修行了。因为佛法它是教育教学啊，它不是宗教啊。那么我们要知过，就是要读经啊，不读经，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呀、啊。 精是一个标准，一面镜子，啊，镜子啊，拿来照照我们的脸，哪里脏了，啊，把它洗干净，啊，没有镜子啊，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哪里脏，啊，所以精就像镜子一样，啊，那么这个。 试验做忏悔法会啊，做种种法会是一种仪式。我们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啊。如果谈到真正修行啊，啊，就是已经真正啊深入了啊，那就啊不需要啊啊去注重这些形式。 啊，这个形数形式啊，有可以，没有也可以啊。关键呢、啊，就是注重在真正回头后不再造啊，这样啊，才能真正以佛菩萨感应道教、啊。那么这一段的开示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佛的光明就是指这部经典，啊，换句话说，我们遇到这部经，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变照了。这个光明是永恒的、不间断的。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光所照之处。啊，这个也是确实是这样的。啊，经典。 就是佛的法身了、啊，佛的肉肉身不不在世间了、啊，这个法身在。啊，经典就是法身。我们展开经典读诵受持，就是接受佛的光明。我们能觉悟，依教奉行，必定正无上菩提。 啊，这是经典呢、啊，我们称为法宝啊，这个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好、啊，我们再翻开二百七十六页，大音声。这个大音声是佛啊，三十二相之一啊，梵身相啊，这个梵是清净的意思。 佛的音声能唤醒一切众生的迷情，《大智度论》云：“如来有梵身相，如梵天王五种生而从口出。”啊，这是引用啊，《大智度论》讲的：“如来有梵身相。” 那么，跟这个梵天王啊，五种生而从口出啊，就是一样的啊。取这个梵天呐、啊，来让我们去体会啊佛的这个音声啊，它的清净的声相，有五种啊。一呢，胜声如雷。 啊，这个就是佛的音声呐，他的音声很深沉，就像打雷音声一样啊，能让人呐、啊、惊醒警觉啊，让这个昏迷的众生啊能够惊醒过来啊，能够警觉。二，清澈眼闻，闻子亦。 乐，啊！佛的音声、眼闻，啊，净虚空、片法界都能听到。啊，他佛的声音呐、啊，他说法不用麦克风，啊，不用音响，啊，他虚空法界都能听到。 啊！而且不管你在多远的地方听啊，就跟眼前听到一样的。啊，那么众生听了之后都生欢喜心。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是因为心不清静，导致耳根产生障碍。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 六根随心转，心地清净，五根的细胞就起变化，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啊，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啊，的确呀、啊，相随心转。啊，这个一般看相算命的都知道这个道理。 啊，我们的面相，我们的身体体质，也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啊，心地清净，那么这个五根的细胞啊，它就起变化。啊，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那它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也能接受。 净虚空变法界的四相，而能变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想听什么音声就听什么音声，不想听就寂静无声。极乐世界的人如是，因为他心静。我们想恢复自己本有的德相、智慧、能力，必须勤修定慧。 三入心敬爱，啊，不但闻音声生欢喜心，体会到这个意思，自自然然升起敬爱之心。四地疗易解，佛说一切甚深法，我们听后容易懂，容易接受，不会举错意思。五听则欲闻无厌。 听佛说法的音声永远听不厌啊！就现在人所谓啊，最高的享受啊！初大音声告诸菩萨，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啊！《华严经》是整个佛法的根本，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 地藏经是众生起修的根本啊，从这部经修起，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在此处以大音声并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菩萨摩诃萨，应当啊肩负红经护经的使命，要怎样护？ 依教奉行就是护经。如果我们把此经介绍给大众，而自己却没有认真去修，那仅是啊世间的有漏福报啊。如果自己能依教修行，再辗转化他，那就属于功德了啊，那就不是福德了，是功德啊。功德啊，含是福德。 无德，不含色功德。我们今天有幸得人生、闻佛法、出家修行、做佛的学生，啊，那包括在家了，在家修行，啊，既然出家，一定要做明虎、名实相虎的佛弟子，啊，我们就有使命啊，弘扬这部经。 弘扬这部经，一定要修学这部经啊。那这个是我们敬老和尚啊，当时啊，他这一段话啊、呃，这段开示啊，也是有针对性的啊。当时啊，啊、呃，是在这个新加坡啊，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培养啊出家众。 奖经弘法的人才，啊，所以对全世界出家众的劝导，啊，那当时啊，大陆去的出家众最多啊，去学习呀、啊，这个奖经，啊，那出家人呐、啊，这个奖经弘法是出家人的一个天职。 啊，这个义务跟责任啊，所以这个话啊，当时啊，针、啊、对性的啊，啊，所以就有使命啊，弘扬这部经典了啊,啊。那么，弘扬这部经典呢、啊，当然一定要依照这部经佛的开示来修学。 下面我们敬老和尚讲，我常遇到一些年轻的法师问我，如何才能把经讲好啊？那这个也是很多年轻学经教的法师啊，哦，他们都希望啊，能把这个经典讲好啊。那下面我们敬老和尚的开示。 要真正把经讲好，一定要如教修行，自己要真正做到，经典里面字字句句的意思才能体会得到。啊，真修才有心得，才有悟处，悟得越深，讲得越精彩。啊，那这个是要这个。 真正去修行啊，才会有心得，啊，才有悟处，啊，悟的越深，啊、讲的就越精彩。依照人家的讲义来讲，讲的再好也很难契机，它不是真正的味道。真正味道是从心性流出来的。 啊，那么当时学讲经啊，啊，也都是有参考古大德啊这个讲义，啊，注书啊来学习。啊，那古大德讲的啊注解啊，这个在现前呢、啊，那、啊啊、不一定能契机。啊，那听众啊不一定能听出法味。 那么，如果啊自己有误处了，那讲出来是从心性讲出来的，啊，那是真正有法味了。古德的注解提供我们参考而已，那是他修行正德的境界，从他自信流出来，不是我们自信流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是。 啊，当时啊，哎，给这些邪经的法师讲啊，就是古大德的注解啊，是提供我们参考。那古大德，那是他们自己修行啊，正德的境界啊，提供我们参考啊，那也是需要啊，参考啊，从这些古大德的自信流出来。 当然，这些境界是古大德的境界，那不是我们的境界。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然后以经对照，啊，跟古大德著书比较，深入去领会。啊，所以学习这个著书啊。 啊，实际上还是要从我们自信流露出来，啊，才能真正呢体会古大德他们的境界，啊，所以一定啊，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可以，啊，那么再跟经典对照，啊，古大德的著书去比照，深度领会。 要真修你的见解、思想、心行与佛相应，才能讲得好。我们初学佛没有觉悟，应当从真诚学起。真诚能感得佛菩萨加持，帮助你悟入。上讲台真诚，下讲台虚伪，那不行。啊，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 啊，才能误入啊！如果还用两种心呢、啊，不能误入。不但佛的境界不能误入，啊，你对眼前这些状况也不能了解。花心学讲经续佛慧命，弘法立身的同学不能不知道。啊，这是我们见老和尚啊啊，当时对这些同学的一个勉励开始。 诸大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误入，彻法底言啊，许许多多菩萨摩诃萨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架慈航示现的啊。那像观音菩萨、啊、大家都知道，过去正法明如来，那现在又倒回来啊，做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啊。所以菩萨身份呢、啊，他不一定。 它可以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啊，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大菩萨就在现前社会各行各业世现，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用意很深，让我们对一切众生升起恭敬心。活菩萨以种种身份、摄相。 在世间视线慈悲到极处，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先救济他，以财物救济，送粮食、衣服给他，啊，是救一时之急，不是长远之道。长远之道要从根本上救度，啊，要教他破迷开悟，帮助他恢复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 无有穷尽的福报，开发出来，这才是真救济，救济到极处。地藏经对一切众生啊，特别是对一切最苦众生，是从根本上的慈济，慈悲救济啊。所以根本上的慈悲救济，就是讲佛陀教育了、啊，把一个人教。 他觉悟了，彻底觉悟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那他还可以去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个慈悲救济才是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好，这一集、这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 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